大家好，我是老楼。今天呢，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嘛，今天打算做一个山水盆，也是这一堆小石头看一看能不能组一个山水盆出来。往后推一点，这有点太平了，一旦粘牢以后就没办法动了。这样啊，就是它再怎么生长，你柏树你可以折腾它，可以甚至可以剥皮，只要把水线留下都可以。但是，就是你要留下一定的绿叶，否则柏树就很容易死。整个树就种在这个石缝里面，石缝里边就要填上青苔保护一下，把原本两块分开的石头呢，自然的连接到一块儿。就是青苔也有这种作用啊，苔藓。然后刚才还有一块石头在这儿，这块石头在这儿，然后有个小桥，这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记得应该我还有小亭子，这个地方适合放个小亭子。但是咱们有时候没必要做的那么复杂啊，有简单的语言就可以了。做的太复杂了就多，有时候它不是能够丰富，反倒是显得少，因为你的注意力就变成那个什么，变成那个集中到那些个什么小亭子、小人物那上面去了啊，你不能够体会到大自然、大山的那种磅礴之气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这个盆景呢，基本上做完了啊。我是老楼，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盆景艺术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并且咱们一起探讨、交流，共同成长。